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，有订伊副频道的人数，实在是少到有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没订起来，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ェ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汽车教授、直人洗车用品专卖、Ultra-Z3 Plus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怀念嘞，到中山路了。小时候在那边混，我小时候在鹿港没吃过肉包，只在前面一点左边市场口进去那边有面线糊啊，里面有卖虾丸，那个虾丸也是不错，那个虾味超浓。然后那个等下转角会有个玉珍斋啊，你不要以为在攀关系，我真的我爸鹿港人，我小时候扫墓要回来，然后再进去市场啊，你看那市场等下左手边有一个面线糊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我真的哎，我想要这次回来是来做笔录，在您的右手边到了，我们要找车位，那车位好像看起来不好找。那今天既然回来了，我很久没有回来的地方，所以我就带大家去随便吃个我小时候记忆的东西。好，走。这里面有卖虾丸，很好吃。市场里面吗？对，可是已经休息了。你小时候吃这间？好像是这间呢、啊。他没有提供内用座位。他没有内用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拿着站在旁边吃啊。我要两碗洗碗的，要用纸碗好不好？哎，多谢你。好的，我们去那边。哎、hey, ，你好。好啊，没问题啊。我是你的粉丝。对啊，我是那个前几个月有打扰你的那一个小姐。哦，你好。我是你的粉丝哎。我知啊，又跟我讲啊，我拄啊买面线拄到啊。哎，妈妈，你要当导游啊？免啦，我知，我姓徐的呢。对啊 ，OK 的，没问题的，有空来台北玩，好。好，我们去找地方困的。啊，你来买这有小朋友吃啦？没黑啊，对啊。好啊，我来要吃。拜拜拜拜。一定会觉得跟台北挖米找种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瘦肉里面是瘦肉，你看它是裹着太白粉的瘦肉，然后这边的面线的那个特点就很细，非常细。你看台北那大肠面线都是比较粗的。粗的。嗯，好了，好吃了。然后味道非常的单纯，不会有很多多余的味道，人家吃就知道。它这个高汤就甜甜的，然后有一点点鲜味，可是不会味道很重这样。瘦了好多块，你刚刚有没有看到？会啊，你看都瘦肉，超多块，这里都有。嗯，小时候的味道，里面还有这个金高黑。他们很早开呢，市场开它就开了呢。所以它只开到下午吗？因为我们每次回来扫墓都一大早啊，那种七八点的时间它就开了。彰化人的早餐。刚遇到粉丝的老婆，也是要买给小朋友当点心的啊。从早餐到点心都可以。那边你看，我拿一大包，你看他家提起来一大包，你看哦，有没有？哇，好大一包！大一包，有没有？哇，贵人啊！我在开家具店呢。家具店哦，在哪里？在图书馆。哎，怎么那么多包？他们都是大碗的啊，然后是十个啊。哦，有十个人哦。哇，真好，阿姨代表行李袂歹。你句子跟阿呆讲，阿呆你手机记一下句子。好，我带外来给您看一下。好啊。哪一大包？你看，对，那种说在地美食有没有？骂完也是啊，在地人都会去哈、哦，拿个几组回家吃下午茶这样。阿呆，我跟你讲，保证人家吃的肉，这肉真的非常的软，它是用酱油腌的，入口滑顺，咬了又嫩，里面有肉汁，又有一点点酱油香味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第一口吃没什么，越吃越好吃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屌屌。天后宫到了，对啊，哦，我说四周都是卖蛙煎的啊，那就旁边那一间啊，我记得在小时候我们都坐板凳吃而已啊，啊，对啦对啦对啦，坐板凳吃在那边呐、啊，啊，我们去吃那一间里面的好不好？哎，都鹅啊呢，阿呆你等下拍够无啊？我要去对拍。拍够的意思就是没有东西打，只能打鼓，你是你是。好了，我们就点一个鹅啊煎、鹅啊烧，这个萝卜糕、炸米糕，然后我们这是一号桌。哎，我刚走在路上，家具行的、鞋店的认出来，现在来这边鹅啊的也认出来，应该是老板娘的儿子，说有看我们的影片。对啊，可是他们都不知道，其实我本来小时候就在这边待过。大家都以为是台中啊。对，大家都以为我是台中。哎，鹅啊煎拍一下，这边的鹅啊哦，是属于比较小颗的。对啊，但小颗比较没有，比较甜，比较没有那个腥味。腥味，对，比较没有腥味。你们俩可以吃看看。让阿呆，我们叫一盘一起吃过来。来，不要客气，当自己家，当自己家。哎，
被招待了，这应该是五位，就是五位的，这算什么鱿鱼哦？那么客气还招待？他刚说要招待生的话，我就说不要，他以为是我不敢吃，我是跟他说不用，你知道意思吗？不好意思，拿人家的东西不好意思。金鹅啊，新鲜就是随便弄都好吃。这张鹅啊，如果在一般的美食频道里，有必要形容吗？是说要怎么形容？它就是外面很酥嘛，那里面软软甜甜的，有海鲜的味道。可是它这个是没有腥味，就这样。那观众没有想象得到这个味道吗？我跟你讲，这完全就是产地怪兽与邓布利多的产地。哎、欸，阿呆快吃了，真的好吃。啊，还要吃什么？吃这个好了。吃这个、啊。这是老板娘招待的。看一下那是什么酱？这五味酱啊。五味酱旁边又加那个，就是芥末啊。你不知道五味酱吗？五味酱我会调，哎，你会调？我不会啊。它里面有蒜头、辣椒、番茄酱、酱油膏，有番茄酱、香油、麻油，调起来就五味酱，酸酸、咸咸、甜甜。你讲话嘛，我跟你讲，当你在美食节目在介绍蚵仔煎的时候，我吃一口太白粉，请问该怎么形容 ？Q， 还真被你说中了。它这太白粉不是那种软软烂烂的，它是有嚼劲的太白粉，吃起来应该是浓度比较高的。你看这个恰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鹅啊稍微会 Q 嘛，本来那么大，遇热就稍微 Q， 好吃。它的酱有点偏酸酸的，没那么甜。你可以知道它不错。然后这个萝卜，我刚以为是年糕。对，你想它是米糕，它是米，跟着米糕还有果粉去炸。小时候妈妈会炸年糕，就是这样，裹面粉下去炸嘛，对不对？我还蛮爱吃那个的。甜甜的，香香酥酥的，很好吃。长大就很少吃到，通常都过年才吃得到。不错，就是吃完以后来吃个甜的，好吧？好，来开动。好了，短暂的入港之旅结束了。我刚在天后宫拜了一下，有没有？我心里想说，告我的人也是这边的人，那这样拿主要帮谁？反正这个回来怀念一下。刚买面线的时候遇到一个粉丝，他跟我说他们公司在附近，我刚答应他说吃完要去看他们一下。欸、小师哥，你这么高大威武，没坏呢。你面前上来喝杯咖啡。不，我来给你看一下呢。来参观一下。我来关灯一百八啊！我想说，我有答应你老婆说要来看一下，谢谢啦，我就要来看一下啊。我每天都在找他看。等一下我。他在这个工厂直营呢，三十年老店，祖传三代，第二代，现在目前第二代，对，那比较靠后，我目前第一代呢。早知道我才刚搬家，不会啊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阿呆，我跟你讲，第一眼就是要看这个，应该是有腿靠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再跟他你去看电影有沒有，哎、欸，很有弹性呢。这个是都是基本款的，真卡收窄也只能就是基本款这样子。应该全省都有做吧？对。他说要请我们喝咖啡，我还真不知道要做哪一组喝，还真不知道要做哪一组喝。有独立桶的。哦。胖我很 Q。你家是不是没有沙发？我家没有沙发，我家放两张行军椅而已。只要一款啊？没有，我就家里太小了，没地方放沙发。因为我刚刚我该问莫你啊。这一组价很痛。是啊，升降的茶几，这样子，哇，好酷哦！对，因为现在的快速跟那个都很小，对啊，有客厅就没厨房，有厨房对啊，还很酷哎，啊，它的高度都可以，哦，好帅哦。哎、欸，日美在盛产企业社家具，家具工厂，工厂直营，刚刚大家看一下有。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络找得到，网络找得到。哎、欸，这人真的很好客，好客你才有啦。钢铁侠影片又，哎、欸，其实现在网络应该不一定要来，哎，可是还是要来做一下比较好。对， 对，家具就是要摸得到啊，做得到，才可以感受得到。三十年的里面都是一些老经验的老师傅，这个可以上他们的网站看一下。来到鹿港，没想到我被认出来的几率算蛮高的，我有吓到，真的蛮多的。然后又遇到这个刚刚买面线遇到，真的太有缘分了。而且他几个月前其实就问过问题，他刚刚讲我才想起来，哦，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你，对啊，我就大概有帮他回答一下，这样给他心里有一些有一个底鼓励。好，有空的可以来看，我们把资讯放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今天开那个 COA Shooting Break 来到彰化宝地啊，好不好？今天准备去开第一亭的侦查亭，但是在那之前呢，一定要吃一下霸王的，对不对？我没吃过呢，啊，你有听过啊？我有听过啊，我有听过。上次酒面好像有播过吧？来试试看，他大颗的卖完了，他本来有大颗的干贝的，100块。干贝肉？对，他说他卖完。好了，试试看，来了，耶、yeah ！哇，哎、欸。
客人客人，哇，开那么久的车来，就为了等这个，法院什么的不重要。哇，嗯，好脆啊！酱好吃，皮酥酥脆脆的。我看一下里面，哦，欸，里面有蛋啊，香菇，还有肉。我来吃一下肉，香菇味蛮重的，然后肉都很碎，都大概一块这样，小小一块一块的，啊，像丁一样，然后是切丁的，好像有酱油腌过的味道。比较特别是鸟蛋吧，很少包鸟蛋的，它的酱味道很刚好，蒜味很浓，不会太咸，它是好像有稀释过的酱油，你看它有点水水的，很像汤一样。没有很高。对啊，它没有很高，有没有？皮才是精髓啊！猪肚汤，蛋包住了整个猪肚，可以。哎，忘记拍了啦，是你。好，快去了，快去了。哦，加辣椒，哎，辣椒很香，不过对怕辣的人应该来讲应该是有辣哦。它的皮很像咸酥鸡的皮，不是，它是它的那个再来米粉炸过以后就变这样。咸酥鸡那个皮是地瓜粉，它这不是沾粉，它是原本的再来米粉炸过就变这样。每一家的比例不一样，蓬莱米粉跟再来米粉两种粉混在一起，到最后就做成爆莱米。哎，加辣椒更好吃啊，超香的。你如果怕辣就不要来了，这个比上次去台中那个好吃。台中那个酥的酱，骂完本身是好吃的，但是它的酱没有那么对味。哎，好好，还外带。我想它的汤也很香，猪肚汤包着那个蛋。上次那个欧记请我们吃的也是有包蛋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彰化这边流行汤里面要有蛋，还不错啊。这个下午来个一煮，味道不错。那个汤我觉得来可以点，好不好？这个下次一停不知道被结束嘛？如果第二停、第三停，啊，我们下次可能就吃别间的哈。对不对？以后阿呆如果带马子来彰化，你就可以，我跟你讲，哦，熟门熟路就带来吃，又省钱。哦，对啊，蛮便宜的。还是你会教到那种，哎呀，怎么带人家吃路边摊，好脏哦，啊！你会不会教到那种难相处的？不教，不会教。哇，你规定也是很多呢，哈。好了啦，开庭的啦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 Z3 Plus。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